都演上来了。那门锁了，这没办法。那就没有被破坏。破坏没有被破坏。破坏。你可以盒子留着啦，包带下去。盒子留个带包带下去，因为盒子比较重嘛。有这个恐怖吗？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会怎么样，但是就是有人爬的话，我就上来了。对啊，锁了门还这种事我很难说啊。但是你可以不要，当然不要啊。你们他这边的街区就是都是这样子斜的，这边也是一个斜的。